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接到稿子就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强。4月23日讯， CBA 季后赛半决赛，山东112-118不敌广东，最终以总比分0-2遭淘汰。赛后山东队员思坤更博告别赛季，思坤写道，感谢这个赛季，虽然我这个赛季不完美，但是感谢给我一个完美的赛季，感谢广州队把我带到这个联盟，感谢山东西王俱乐部，感谢教练组对我的信任。这个夏天我会弥补我的不足，加强技术上巩指导对我提出的问题，我们下赛季再见。牛年大吉，牛年大吉，牛年大吉，牛年大吉。思坤本赛季常规赛场均出场 13.7 分钟，能得到 2.9 分 1.4 篮板。 And 他走了，他走了，右下角点个赞，再走啊老板。